图片报消息，德甲首轮开赛，德国队主帅勒夫频繁现身在场，为国家队考察新人。据悉，在德甲首轮，勒夫现身杜塞尔多夫和奥格斯堡的比赛赛场，为国家队考察新人。而三小时后，他又出现在门兴的主场，观看门兴与药厂的较量。此外，之前德甲揭幕战拜仁与霍芬海姆的比赛，勒夫也曾现身看台。杜塞尔多夫主场思杰环球竞技场和门兴主场普鲁士公园球场均位于北威州，这也为勒夫五小时看两场球提供了条件。图片报透露，勒夫此行可能是观察奥格斯堡后卫菲利普·马克思以及其他出色的年轻小将，为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做准备。北京时间8月29日，勒夫就将公开面对媒体，分享世界杯出局原因，并且公布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